1980年6月，有当时的林荫钢琴中学黄校长永明先生邀请敕勒山庄敕勒工庄，也就是现在的修体技术学院教务主任陈景成教授，以该校中正堂开班授课。首先带来的是基本书法，由黄生元、杨天龙带来的联舞。我们谢谢他们以虔诚用心的精神来参加联舞。在场演出的是他们平时在道馆练习的基本技法。那基本书法强调的就是正确无误，所以他们都是很小心而且熟练的技法在做演出。内容方面呢，是由黄真元演出的一教、三教及陆生摔、反手摔技法。那所有技法里面呢，都包含正反面的技法，力求详细，也就是段外者应有的态度。